行，你们是吧？。你收拾东西干嘛？被开除了。一个方案没做好，不至于吧？别哭了，我去帮你问问耀总。耀总，英英他进来不知道敲门吗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但是英英干了没多久，做事也认真，平时态度也好，这么点项目不至于把他开除吧？你是在叫我做什么？当然不是。但你这样的做法也太让我们寒心了吧！我知道，但他必须走。我的妈！我考上了，你女儿可厉害了，考上了就好，考上了就好。妈，我问了招生的老师，他说可以给我保留两年学籍，这两年我都挣点钱，我给你治病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再去上学。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，你安心上学吧。你一个月的住院费就要2000块，家里还有钱吗？我不能多想着自己吧。都怪妈不好，是妈拖累了你。妈，小英，你等一下，这是耀总给你的。你跟以前的我很像，倔强，要强，凡事都自己硬撑着，但很多事情是不能够耽误的。你呢，比我幸运，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。考上了就去吧。这卡里啊有30万，是你的学费和给你母亲治病的钱。等你毕业了，如果还看得上我们公司，你就再回来。公司的大门啊，始终为你敞开。